大街合掌，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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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讲回那个业和果报的那个课题。我们今天的第是十七讲，今天我们要讲两部经，一部叫《海经》，一部叫《言语经》。中善，看得见我的这个文件吗？看见，好的。我们讨论这个业和果报已经讨论了很多个小时了，每一次都是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多一点，因为讨论的问题，又花了一些时间。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讲到海经，这部海经呢，是在相应部里面的，是第十一相应第十经啊。这边这个把它拿掉，这样海经呢，巴利文叫 Samudra， 你可以看 Samudaka 啊 ，Samudra 就是海的意思 ，Samudaka 海经。我们就拿到上面来，那么我们看它的经文，这是庄春江翻译的。他说在舍卫城，舍卫城是很重要的佛教的地点，就在印度的现在的中部，舍卫城就在现在的印度的中部省萨瓦蒂，它叫巴利文叫萨瓦蒂，现在不叫萨瓦蒂了。现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大城市了。比丘们从前众多持戒的善法仙人，就是神仙呢，住在海边的业物，就是他们的物质是叶子做的，树叶了。就是等于他们住在森林里面。当时天神阿修罗和天神就是天上的三十三天的天神和阿修罗，阿修罗是更高一点的了，他是阿修罗王控制的战斗，已经群集，就是在一起在里面战斗。就是天神是属于善的了，阿修罗是属于恶的了，他们常常在天上打仗的。比丘们那时候那些持戒的善法的仙人就这样想：天神是如法的，阿修罗是非法的，就是阿修罗是不善的了，阿修罗是非法的。从阿修罗也许会有我们这样害怕的，就是说天神他也是会害怕的嘛，阿修罗也是会害怕的嘛，打起来也是拿着枪啊、杖啊、什么刀啊这样在那边打的嘛，
我不知道现在的天上有没有我们现在所用的自动的枪了，不知道了。他们打起来是怎么打法，我也不知道了，没有见过了。不过以前的这些天神跟阿修罗打，真的是用所谓我们以前所用的那种刀跟枪之类的，枪就是尖尖的啦，啊，但是现在不知道了啦，有没有用原子弹我也不知道了。他说他就想，天神是如法的，是他们是好的，阿修罗是非法的。天神这些阿修罗呢，也许会有我们这样一样会害怕，他是指阿修罗会害，天神也会害怕，因为有一部经叫做《圣梵经》，就是指那些天神在那边颤抖啊，害怕发抖啊，然后那个天王就跟他说，你们不要害怕，四大天王就说，你们看着我的旗，我的旗在前面冲锋陷阵，你们就跟着来。所以天神也会被打死的，打死的话他就去转世了嘛，一样的嘛。所以那部经《圣梵经》，就是梵就是那个梵啊，梵旗啊，圣梵啊，打胜仗就有那个正梵就升起来嘛。所以不管是天神阿修罗都会害怕的。让我们去见三婆罗阿修罗王，就是他的名字是 三婆罗阿修罗王，让我们祈求无恐怖的布施，就是无畏施。无畏施我们知道布施有几种 一种叫做所谓的我们所讲的这位财施，就是我们布施这些用钱财得来的，我们去买的那些，不管是食物啊，还是衣服啊，还是用具啊，还是等等，或者药品啊，这些就是叫财施。一种叫做法施，法施就是我们这些出家众，我们跟你们解释这些佛法的内容，加以解释了。每一个法师解释的方式都不一样了，有的比较详细，有的就是简单的介绍了。像我这样的，我 不大爱详细的了，因为详细的内容你自己修，你自己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太详细。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你自己按照这个教的去修，然后你自己会发现很多东西比我所讲的还要多，所以那样就是叫做我们所做的是一种引导的作用了，所以是法施。第三种呢，就是无畏施，就是用你的生命来救人，来救你看，比如说有些天灾啊，什么等等，水灾啊，对不对？那么你去把那个人救起来，然后那个救他的那个人呢反而死掉了，这样的情况呢就叫做无畏施。那些人如果是做无畏施的话，他一死他就去到天上做神仙了，所以叫无畏施。好了，就有这三种基本的了，所以让我们去祈求无畏施就是没有恐怖的，不会害怕的，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要去救人的。比丘们那时候那些持戒的善法的仙人就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这样伸直弯曲他的手臂，或者弯曲伸直他的手臂一样的就消失了，就在他的海边的业务 消失了，然后出现在三婆罗阿修罗王的前面。比丘们那时候那些持戒的善法仙人以极颂对三婆罗阿修罗王说，到达三婆罗的仙人们祈求无恐怖的布施，因为你是随心所欲的施以者，恐怖或无恐怖者，恐怖或无恐怖的，没有仙人们的无恐怖，
邪恶的地势亲近者，对无恐怖的祈求者，我就施以你们恐怖。这个是阿修罗王说的啦，他说他要布施恐怖，就是让你们颤抖害怕、啊、他这边你看讲的话，他讲地势就是三十三天的天王、啊、地势一般上我们所讲的天王、啊、中国南方的那些人、啊、比如说福建广东这些，他们都爱拜天公嘛，天公就是地势，就是三十三天的天王。他是不是上帝我不知道，我看不是上帝，上帝会再更高一点，上帝是属于色界天的，大梵天呢就是属于上帝，我们所说的天王呢就是第四天，也就是三十三天的天王。福建人尤其是他 爱拜天公、啊、他们叫天公，天公就是天公，就是天王，所以他就讲他们是邪恶的，邪恶的地势亲近者，就是这些修善法的仙人、啊、我要布施给你们恐怖，对无恐怖的祈求者，你就施以你的给我们恐怖，我们领受你这个另有你不消失的恐怖、啊、就是那么你就可以看见我们这恐怖了，播什么样的种子收获那样的果实，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说。当然人造业我们有所谓善恶的果报、啊、如果你的心是善的，你的身口意的行为就是善，如果你的心是恶的，你的身口意的行为就是恶、啊、那么你所造的善恶业将来就会有果报、啊、绝对的， 这个果报是绝对的，只是看时间的问题而已，只是看、啊、是早一点成熟或者晚一点成熟而已。做善者有善的，做恶者有恶的，他的意思是说行善的人呢会有善的果报，做恶的人会有恶的果报。亲爱的，种子被你播种，你将承受这个果实，你必须要承受这个果实。比丘们那时候，这个是佛说了、啊、因为这部经是佛讲的，佛讲那个故事了、啊啊、就讲天神跟阿修罗在打仗那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是以前的事情了。比丘们那时候那些持戒的善法的仙人诅咒三婆罗阿修罗王后，就犹如有力气的勇男子伸直弯曲手臂，或者弯曲伸直手臂那样，这样一下子就不见掉了，很快吧、啊、一秒而已就消失了，就这样在三婆罗阿修罗王面前消失，又回到他的海边的业务里面。比丘们被那些持戒的善法的仙人诅咒的三婆罗阿修罗王在夜间惊吓了三次，为什么？他知道害怕了。阿修罗王呢，他带领着他自己的那些阿修罗兵马跟天神打仗，他都自己都吓坏掉，因为他们讲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听了他就吓坏掉，晚上呢被惊醒三次，惊吓了三次有没有试过？你们有没有试过做梦，晚上做梦被惊吓醒来，一样的情况。阿修罗他也会，天上也有晚上的嘛，也有白天的嘛所以阿修罗王就被吓坏了，就醒来吓坏掉三次。所以下面这个我们不理他、哦、这个就是他的集诵，关于这个故事的集诵。苏比罗苏斯摩、啊、旗帜顶端
比摩之多善说胜利者，鸟巢不伤害比鲁遮那阿修罗王。比鲁遮那，听见没有？那些修密宗的人每次讲比鲁遮那佛，那就是他咯，他是比鲁遮那阿修罗王。他的巴利文呢，维鲁加那，我打给你们看，你们就懂。你们可能有些人不会知道，维鲁加那这个啊，比鲁遮那，所以你想一想，在密宗里面有很多这些东西，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佛。比如遮那佛是中间佛，它有东西南北跟中间，所以五方佛。而比如遮那佛是中间佛，它一般上是属于白色的，其实呢就是阿修罗王。林野处的仙人以及善法，善法的海边的那个仙人，住在业务的仙人，这个就是他的集诵，就是他的 要点，重要的那个重要的那些人的名字跟事情都在这个里面。为什么会贴到鸟巢呢？树叶的屋子上面有鸟嘛，有鸟做窝嘛，鸟巢。好了，这个故事就完了啦，很简单的嘛。所以我就这个是第一部经，接下来我们讲第二部经。共享第二部经在哪里？找到了，中山看得见第二部经吗？看见，好。所以刚才的那个海经的故事很简单，跟我们以前讲的那个业和果报的道理是一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没有讲的时间的问题，他就是讲他的原理。原理就是行善会得到善的果报，作恶会得到恶的果报。那这个源于经呢，就比刚才那个更加详细，更加详细。这个是佛讲的啊，他是在真知部第三集第101经，专春间把它翻译成一锅盐经，一锅的盐，很多盐呢，罗那嘎巴拉，嘎巴拉就是一个锅，罗那就是盐啊，苏丹，所以它这个中文翻译盐鱼，就是用盐来比喻这个业，恶业，盐代表恶业。水代表善业，所以盐跟水的比那个就是它的百分比啊，就有差别。那么味道吃起来就有差别嘛，有的咸，有的淡啊。味道就是指我们所得的果报会有差别，这个就是这一部经所讨论。这一部经是非常重要的经，因为它告诉我们。虽然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它有差别，这个就是他所讲的差别。好，我们看他的这部经的内容。比丘们，如果说这位男子如其所着业而感受，比丘们，单纯在这样的时候，这没有凡行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不用修行了，而得到苦的完全结束之机的机会
也不可能被知道，也不被知道。比丘们如果这样说，这位男子如其所作能被感受的业而感受到果报，比丘们单纯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这有烦心的生活，就是如其所作能感受他的业而感受他的果报。那这句话就比较含蓄，对吗？跟前面所说的你所做的业而感受到你的果报，这个太直接了。这边如其所作能被感受的业而感受，这边是如其所作业而感受，那就是非常武断了，对吗？好了，比丘们存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有反省的生活，就有修行了，而苦才能够结束，对吗？你才有机会结束苦嘛。好，我们先讲他的情况。盐多水少，盐就是指这个的罗那了，就是用盐来代表恶业了，水来代表善业了。那佛陀就跟我们讲，如果你拿一桶的盐呢、啊，你放水，你那个水全部把盐分解掉、溶解掉，你说你喝那个水，哇，太咸了，对吗？因为恶业太多，所以你的苦是很苦，对吗？因此你要怎么样改变？如果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对吗？因为我们生的环境、生的地方，我们所生我们的父母，我们所得的教育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不可能有相同的一业的两个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因此每个人的盐跟水都不一样，它的百分比都不一样。所以因此我们要怎么样改变我们自己的业啊，不要做加盐嘛，要怎么样做？要加水嘛，是吗？好，你看这里的情况呢，是盐多水少。比丘们，这里某人所做的少量恶业导引他去到地狱。比丘们，如果这里某人所做完全一样的少量的恶业却在单身中感受，看起来没有残留，没有那些恶业的残留，更不要说有许多的残留，就是说他没有感受到做恶业的苦的果报。所以我们看别人呢，我们就你看这个人作恶多端，怎么他没有受果报？怎么他没有报应？不要这样说，你不知道他有做些什么善业，你不晓得他可能供养了某某初果圣人或者二果圣人、三果圣人，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你不能够这样说人家的，因为每一个人他的遭遇都不一样，对吧？好了，比丘们，什么样的人所做的少量的恶业导引他到地狱去了呢？只是做一点点恶业他就下了地狱了呢？为什么呢？这里这一个人呢，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对吧？这四种情况，不修身，这不是什么？什么叫不修身？不去修，不杀，不盗，不邪淫，这叫不修身。不修戒啊，不妄语，不喝酒等等吗？不修戒，再加上恶口的四种吗？啊，妄语、恶口、两色、绮语吗？啊，不喝酒吗？斋日守持过午不食吗？不歌舞夜，不相慢事吗？这叫修戒嘛。不修心怎么讲？他要修慈悲喜舍嘛，他心中也不去修，他自己也没去修慈悲喜舍，对吗？不修习慧，什么叫不修习慧？就是他没有去看名色法，他没有去看五蕴，他没有去看色受想行识的无常啊、苦，以及色受想行识的无我，那就叫慧嘛。
这就叫做修慧嘛。少得而品德决裂，少得就是品德不好了，很少的善德了，而品格决裂，决就是 很差劲了，劣就是 很不好的了，胜跟劣嘛，优跟劣嘛，对不对？如果你的成绩单不打分数了，他只是给你一个字优，哇，你看起来高兴了。那如果写一个劣，以前老师有这样打分的，我的小学的成绩单都是这样的，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我以前还有那个小学的成绩单，《满江红》啊，每一年每一科都是红的。先生对我的印象很差的，每次都是打手，手伸出去打。哎呦，我小孩子的时候啊，那个手给他打到都手都打烂掉了，那个藤鞭。现在不准了，不准打小孩子。我们这里学校啊，如果你打小孩子啊，他可以控告你啊，把你关进监牢里面去，还要罚款呢。所以现在小孩子都教不成才了嘛，就是这样的原因。一点点惩罚是可以的，只要不要过分呢。所以打手嘛，我们手就伸出去给他打，我就头转开去，你要打就打多少下你的事嘛，打到我的手都肿起来嘛，小孩子的时候。所以他的成绩的是劣，对吗？笨错，所以叫绝啊。好了，注意消苦，他有一点点苦，就是他的生活了不是很顺利了，他有一点点苦受。比丘们，这样的人所做的少量的恶业使他去到地狱，只是做一点点恶业就下地狱了。比丘们，什么样的人所做完全一样的少量的恶业，跟这前面的那个少量的恶业，但是却在他单身之中感受到看起来没有无些为的残留，没有一些恶业的残留，更不用说有许多的恶业的残留呢？这里这个人呢，修身、修戒、修心、修慧，虽然他的品德非少得，他的品德不算太坏，而品格伟大，住于无量，他修持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比丘们，像这样的人虽然做一些少量的恶业，但是他单身之中感受起来却没有些微的残留的恶业，更不要说有许多残留的恶业，就是果报了。那么佛陀就形容了，比丘们犹如男子将一锅盐放在小一个容器里面，水里面有水，一个小容器里面，你看，你想想，这个容器里面的水溶解之后，咸不咸？能不能够喝？不能够喝，非常咸，可能比海水还咸。是的，大德，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德，因为那水太少，那个容器里面的水太少，而盐太多，因此那个水咸的不能够喝，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他的翻译我用白话文翻译了，这个专春这样的翻译是 不行的。他的翻译哦，盐多水少不要紧，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得懂嘛。好，这边再来讲嘛，偷半切哈波那遭受捆绑啊，半切哈波那这种嘎哈波那看嘎哈巴内哈比啊，偷只是一半嘞，嘎哈巴内那比就绑起来了啊！这里某一种人只是偷了，因为一半的
噶哈巴尼那比就被办了了。比如说偷一个，啊，或者偷一百个，啊，有一类人因为偷了半个，啊，噶哈巴尼那比，印度话，噶哈巴尼那比，哈那个音要长一点，噶哈巴尼那比，这样，噶哈巴尼那比。你念快就噶哈巴尼那比，到底是什么单位呢？就是偷这个价值啦，价值这个在我们的汉传的翻译已经就叫半钱，半个钱，什么钱？大概是铜钱吧，我看相信，如果是金子那就不同了，那就太贵了，这个是半钱。汉传的那个言语经翻译成半钱，半钱大概就是五分钱这样吧，到底是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好的，所以他偷了半钱，那么或者偷一钱，或者偷一百个钱就被捆绑。有一些人呢，却不因为偷了半钱，或者一个钱，或者一百个钱而被捆绑。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为什么什么样的人因为偷了半钱受捆绑，偷一钱被捆绑，或者一百钱被捆绑呢？这里某一类人是穷困的、贫穷的，很少财富的，因此这些人被偷了半钱啊，噶哈巴尼波那比，噶哈波那，好了，不要紧。遭受捆绑，或者偷到一钱被捆绑，或者一百钱被捆绑。好了，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说偷了一百钱都不会被捆绑。看情况，什么样的人不因为偷半钱，或者一钱，或者一百钱而遭受捆绑呢？这里某一类人是富裕的、大富的、大财富的，因此这样的人不会偷半钱或者一钱或者一百钱而被捆绑，因为他的身家比他所偷的东西还要多啊。同样的比丘，这里某人所做的少量恶业导引他到地狱，就是只是偷了半钱或者一钱或者一百钱就下地狱了。而这里某人完全一样的啊，少量的恶业却被单身之中感受到，看起来没有些微的残留，恶业的残留，更不要说有许多恶业的残留。什么样的人所做的少量恶业导引他去地狱呢？这些人因为他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这个我们已经解释了，所以不再解释。少德，品德不好，品格决裂，注意小苦，因此这些人就因为少量的恶业下到地狱。再下来看，同样的，什么样的人做了少量的恶业而在单身之中没有感受到，而且看起来没有任何恶业的残留，更不要说有许多恶业的残留。比丘们，这里因为这个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汉传的翻译也是一样的，他也是想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品德伟大啊，注意无量啊，就是修慈悲喜舍心的。所以比丘们看起来，这样的人完全虽然做了一些少量的恶业，但是在单身之中他没有感受到，没有感受到些微的或者许多的，更不要说有许多的恶业，所以没有苦嘛。所以比丘们，这里因为这个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品德伟大，他的心无量啊，慈悲喜舍心无量，所以这样的人他完全一样的少量的恶业没有在单身之中感受到，更不要说有些微的残留，或者有许多的残留，恶业的残留。好了，
这是第一个例子，讲偷钱呢、啊。这边呢讲偷羊啊，偷羊啊，被抓了，偷羊。前面是偷钱啊，这个偷钱，一百个加哈波纳，这是指钱呢、啊。后面的是偷羊，一样的情况，我们来看。比丘们犹如一个放羊者或者屠羊者，能够抓，能够打，能够捆绑，能够罚，就打鞭子打那个羊啊，依他所想的而做他的处罚那些偷羊的人，但是他不能够抓打罚捆绑或者依他的所想而处罚另外一些偷羊者。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比丘们，放羊者或者屠羊者，他能够抓打捆罚或者依他所想而处罚什么样的偷羊者呢？比丘们，某一些人是穷困的、贫穷的、有少量财富的，就是钱财很少了。比丘们，放羊者或者屠羊者就能够抓打捆罚或者依他所想而做他罚他这样的偷羊者。等一下哈，我把灯开一下，开始按。就比较亮一点。好，我们就看放羊者不能够抓打捆罚富裕的偷羊者。比丘们，放羊者他看见抓到一个偷羊的人，但是这个偷羊的人是很富裕的啊，是很有钱的，所以他不能够依他所想来罚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富裕的，有大富的，有大财富的国王或者国王的大臣。因此比丘们，放羊者或者屠羊者他就不能够抓或者不能够打，不能够捆，不能够罚或者依他所想而来处罚这些偷羊者。他反而要合掌求他们说，亲爱的先生，请你还给我的羊。他要求他他的羊被偷，他反而又求他说，请你把你的羊，我的羊还给我啊，或者相当于羊的财产把它还给我。同样的，比丘们，这里某人所做完全一样的少量恶业导引他下地狱，而另外一种情况，某人所做完全一样的少量恶业却在单身之中感受不到，没有些微的恶业残留或者许多恶业残留。什么样的人做少量的恶业去到地狱呢？因为这个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品德差而决裂，所以有苦，他的苦。所以这样的人呢，少量的恶业去到地狱，死了之后去到地狱。而什么样的人呢？比丘们，他所做了同样的少量的恶业，但是却没有感受到呢？因为没有感受到细微或者许多的恶业残留呢？因为这个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你会这样想，他有钱怎么会去偷？有的，我跟你讲，很多年前我刚刚来澳大利亚这里的时候，大概1980年代吧，我们的总统啊，我们这里的所谓总统啊，我们这边叫做总督了，他是英女王派选派的，他是等于代表英女王的，那时候是英女王的，那个总统总督的夫人啊，去百货公司偷东西啊，但是没有关监牢，没有罚，但是报纸报出来，后来他们就说他有精神问题，就没有事了，不了了之了。
没有做监牢，因为他是总统嘛，总督嘛，你怎么能够把他关起来，对吗？所以就是这样的问题，因为他的福报大啊，他是大官啊，是澳洲最高的嘞，比总理还高啊。所以因此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况。好，所以他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所以品德伟大助于无量，这样的人虽然做少量的恶业，但是当身之中没有感受到些微或者无许多的残留。所以这样说，如果说这个啊，佛陀说比丘们，如果说这个这位男子如其所作业而感受，比丘们单纯在这样的情况就没有烦心，这个太直接了，太武断了，而得到苦的完全结束的机会也不会被他知道。因此说，当一个男子如其所作能感受的业而感受他的果报就可以。这个话就跟前面的话稍微不一样，比较婉转啊。如果你要说就是我们所做的业，我们能够感受到，能够感受到果报，这样就比较婉转。这样的话比如说你所做的业你会有果报，这样的话就很武断，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所做的业我们能够感受到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婉转。所以因此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就能够修行，对吧？就你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嘛，所以苦就能够结束嘛，你就可以把我们的累世所造的恶业把它慢慢清除。所以情况就是像盐这样，如果我们的盐多，我们过去造的恶业我们知道了，我们造的很多恶业，这是带来很多苦病啊，贫穷啊，对不对？各种各样的障碍啊，好，怎么样？不要再造恶业了嘛，守好戒嘛，守好你的五戒八戒嘛，然后尽量行善嘛，尽量布施，不一定说要像那些大施主这样布施很多钱呢、啊，你可以尽量做布施嘛，你可以布施五块钱十块钱嘛，没有叫你说一定要布施五十块或者一百块或者一千块嘛，没有这样说嘛，尽你所的能力所及所做来做布施嘛。布施的时候如果你布施的对象是那个品德高尚的啊，有正果的人，那就更不得了了，那你的所得的果报更大了将来。所以应该这样想，因为你的水就加多了嘛，你的盐就慢慢越来盐没有增加，所以那个味道啊就越来越淡，结果水就不咸了嘛，因为你的那个水越来越多嘛，水越来越多，那个喝的那个溶解的那个盐的水啊就不会那么咸了，就很淡。所以这部经我们就讨论完了。好，现在我就你们可以要问问题的话打开声音就可以问。讲完了两部经，今天时间也控制得很好。好，你们问问题吧。师傅你好。啊，师傅，啊，你说咱们休息完了，咱们的回向给的人们呢，收到收不到？回向给谁？回向给有情的众生。有情众生很多哦。就像回向给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可以的，一般上呢，我们讲我们回向给众生。你要想我所做的这个修行的功德有多大？如果你的功德很小，你再回向给有情众生的话，他们分到的每个是0.00的，太少，懂吗？哦，说明是能收到的。啊，几乎等于是没有的，所以应该怎么样呢？你就回向给跟你有关的人，比如说
你自己的父母啊，或者丈夫啊，或者孩子啊，这样让他们分到的功德就多。我并不是阻止你回向给众生，回向给众生果报大，它是无量。对，明白吗？我们今天念来听。如果你所修的是无量，比如说你是慈心，听我讲，我不好看。如果你的修的法是慈心无量，你的果报就很大，你就回向给无量众生啊，他们就每个都收到很多，清楚吗？如果你只是说布施给一个和尚，或者做某一种善业，单独的 一件善业，比如说你捐了一点钱去办学校啊，捐了100块钱给建学校，好了，这个学校的学生可能有200个，那么你这个业呢是不是很大？明白吗？功德不是很大，所以因此你就回向给你自己的亲人、父母啊、丈夫啊、孩子啊，这样亲人，这样他们每个人都收到。哦，是，谢谢师父。要想一想，要想一想，我们要怎么回向？对，好吧。做完功德吧，行。好，这边有一个问题是谁？我看一下，水多盐少没有讲，水多盐少没有讲，妙莲说好，我再看一下哈。那个文章水多盐少没有讲，盐多水少，水多盐少越过去了，盐多水少，哦，盐多水少，盐少水多没有讲。好，我现在继续讲一下啊，讲漏了，等一下啊，我的文件跑去哪里了呢？怎么我的文件不见了呢？等一下啊，我再找一下，那个文件怎么不见掉了呢？哦，找到了。啊，谢谢妙莲提醒我。我们今天就讲盐少水多的情况。所以比丘们犹如一个男子将一锅盐投入恒河之中。比丘们，你们怎么想？那恒河的水会不会因为这一锅盐而咸到不能够喝呢？那当然情况完全不一样。前面的是一锅盐一点点水，这是一锅盐丢到恒河里面，水恒河的水就一不同不定不停的在流的，对吗？所以因此这确实不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恒河的有大量的水，它不会因为有这一锅盐而变得咸不能够喝。同样的，这里某人所做的少量的恶业导引他下地狱，这里某人所做完全一样的少量恶业却在单身之中感受，看起来没有些微的残留，或者说许多残留。什么样的人做少量恶业下地狱呢？因为这个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行，不修慧，所以他的品德决裂，因此有苦，所以这样的人因为少量的恶业去到地狱。而某一些人呢，虽然做完全一样的少量的恶业，却在单身之中没有感受到这些恶业，这种苦，更不要说有许多的这些恶业的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有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所以他虽然品德，因为他有品德好嘛，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总统夫人这样嘛，他住于无量，
看起来这种人完全因为有少量的恶业但甚至中没有感受到，更不要说少量残余或者许多的残留。这个就好了，就补充了。好，你们现在就继续问。尊者好。啊。尊者，那我想要接着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请教说，那如果是我们就是修法或是做早晚课的功德，是有比较大可以去做回向的吗？还是只也是一种就是只能回向给个人这样子？因为你想一想，你做一个早课晚课，你怎么会有很大的功德？那个你给修自己的嘛，对吗？对不对？如果你是已经证了初果或者恶果，那不一样，你所做的早晚课的功德很大的，明白吗？你就可以回向给无量的众生。但是如果你只是凡夫，你所做的功德早晚课的功德也只是一个像历常这样的啊，就像平常这样的，每一天一天过一天这样，那的功德是不是很大。你不如把这功德回向给你的亲人更加有意思，因为这样能够帮助到你的亲人，对吗？你也是在帮助众生嘛，只是这些众生跟你比较亲一点，因为我们的亲人我们跟他有感情的那个怎么讲啊，牵扯到感情，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亲人能够平安，对吗？能够快乐，所以回向给我们的亲人。要是你证了初果，那就不一样了，你的功德就很大很大了，就无量了。不要紧。嗯，那昨天师父您就是尊者说，就是说就是证初果，除了看三十二身分，然后还有要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观你的那个五蕴，就是受想行识那些。对，那个是说要怎么样实际去做？实际去做就是你比如说你做等一下做网课哈，现在是我这里的时间是6:30，等一下比如说你那边的时间是可能会比我慢了。慢两三个小时，我现在是6:30，我们现在是3:25这样啊，对，你们快要3:30，所以你看我们相差3个小时。等一下迟一点你做网课，假设了，你就做完网课，你做了网课，你就在那边想，我坐在这边是谁坐在这边，你就关照了，你就看哦，是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体坐在这边，然后你就看这个人的身体从头到脚是32身分，是所造色。这个32身分里面呢，这所造色里面有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就是4大和4大所造色，这个就是色蕴。接下来你就观你自己的受蕴，这个身体坐在这边，脚会麻。身体如果现在台北可能11月可能天比较冷了，但是可能也有10多度，我知道我也住过10多度，风吹来也是有点寒的，所以你就想感觉是冷，这是松，因为身体触那个冷风，所以你就可以观到受蕴，然后再来观想蕴。为什么你会知道是冷呢？因为是冬天，所以这个叫想蕴。所以这个想蕴是因为你的意门触，通过身门来触，然后你就会起这个想，所以你这个叫想蕴。什么叫行蕴？行蕴就是你坐在这边做网课，这就是行蕴，然后什么是实蕴？谁知道？这个意门知道，没有人，我这边解释到完都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是意门配合这个6根门来做功课，来知道这个身体坐在这边做完网课，
这样，你如果能够这样观察的话，就可以看到完全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就是出果了了，还要怎么样？你想一想，还要怎么样抛掉我？只要能够看到无蕴无我，就是出果了。出果不是很难的。我弟子认为说，一定要去修那个定啊，定中照无蕴的那个更清楚，是不？啊？当然。你说什么？嗯、你再说多一次。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子就是说，按弟子的修行方法，就是说，一定要修定，修定非常非常关键，在定中能够更清楚看到无蕴无我，就是说，犹如那个户外点蜡烛，它是一个灯罩啊，看很清楚，师傅啊。所以说修定非常重要，师傅。嗯，是啊，可以这样说。嗯，可以这样说啊。总之，我在修行，你听我讲。总之，修行是个人的事情。你们自己要修什么法，你自己要心清楚。多数的人是自以为是，因为他有一种想，他是自以为是。其次呢？他如果肯听师父的话，按照师父指点来修的话会更快，但是多数人不听师父，自以为是，懂吗？然后结果呢，就一直在那边打圈子啊，这就走了很多弯路啊。我也是这样的，我现在是跟你们讲我自己的经验。你就少走弯路，少刀了在那边打圈子。下一个问题，尊者，尊者，我可以再问一个小小的，就是昨天你有提到那个，就是就算在室内，我们通常都会穿室内拖，但是昨天尊者有特别提到说，就是听法的时候不要穿拖鞋，不要穿鞋子，穿鞋子听法是不敬的。不恭敬法，也不恭敬那个对讲法的人，因为我看不到你们的脚嘛，明白吗？啊，所以不能够穿鞋子。你要穿，你把脚拿出来放在鞋子上面，可以，这样可以。因为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个。是的，这个、你看他缅甸、泰国、斯里兰卡人，他们去到庙。就算是塔，他们马上鞋子脱掉放在那边，赤脚走上去，赤脚走进大殿，赤脚走上塔去，不能够穿鞋子，不恭敬，因为鞋子到处走很脏的。所以你去到庙啊，马上把鞋子脱在外面，不要穿鞋子进到庙。但是西藏又不一样，你看西藏人他的鞋子都穿上大殿，坐下来都是穿着鞋子啊，那又不一样。为什么？他地方太冷了啦，你叫他脱鞋子，等一下他的脚趾掉下来，一根根脚趾冻到掉下来，零下40度了，有时候有一些地方太冷了，那没有办法，特殊情况。这些大部分的国家包括台湾，你是可以脱掉鞋子的。是，好，了解了，感恩尊者。好的，下一个问题。尊者，是不是因为在印度那个时候只有有钱人贵族才穿鞋子和戴帽子，所以说为了表示对佛陀的恭敬要脱掉这个帽子和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钱人他才有钱才有自己的机会穿鞋子，可以这样说。大部分穷人连鞋子都买不起啊，不要说穿鞋子。中国以前也是这样，穷人哪里有鞋子穿呢、啊？都是赤着脚的。现在生活条件好，每个人的鞋子都几十双呢、啊，对吗？
对，因为他们那个原始的时代好像连纸都没有，是吧？连书本都没有。因为以前没有工业化，现在工业化，这些生产呢，产品很便宜。以前全部是手工做的，哪里有工业化？真的，还有一个问题，我像您刚才说回向，那我经常会回向给无量众生，好像没问题的，可以的。你们要回向给无量众生是可以的。好像我只是比较来说，二十年好像正果没问题，如果没正果，回向给自己的亲人比较好一点。哦，那回向众生会消耗自己的？不会消耗的，你的功德，自己的功德不会少的。啊，庭花跟刚才那个清净之莲，你听着，你如果回向给众生没有问题，你自己的功德没有少的，一点都没有少。回向呢，就等于呢，你有一个镜子啊，这样。你的镜子把你的光呢反射给所有其他的人，他们都看见你的光，明白吗？哦，啊，回向就是拿起一面镜子，把你自己的光反射出去，就是回向。所以你自己的光没有少的。哦，那我知道。那我每天是回向给我的亲人。还有回向给护法，回向给魔，然后回向，对啊，可以啊，魔也是众生来的，对啊，就是，然后我会经常回向给师父和师兄们，就是群里的师兄，还有我们庙里的师兄，对啊，可以啊，很好啊，我每天都很自然的回向给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每天都回向给群里的师兄，可以的，不知道有没有效果。这样做是没问题的，可以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用。有用怎么会没有用？啊，那就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出现出就是一个善心吧。我希望我的功德分享给师父和师兄们。可以的，没问题的。啊，那就。还有刚才我儿子就是宗慧，他听到您讲法，他说那是不是做的善会掩盖这些恶的业？他问。不是掩盖，善有善的报，恶有恶的报啊。他的理解，而且你要看你的盐跟水是成分是多少，所以因此就有差别，果报就有差别。这样说就比较中肯。不为武断。是不是如果这个人造的善特别大，他的恶又很小，那他这个恶还是会报的，只不过会不明显，或者是说会减少吗？可能不会报，还是说很久以后才会报？可能不会报的，因为他的善太多了，所以他的善一直成熟。哦，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盐 很淡，那个水就不咸。哦，就是很淡。结果你那个果报所得的果报，尽管是杀人的果报，他的杀人的果报，结果只是可能头痛一下。你看佛陀，啊，就像央鸠摩罗这样啊，对呀，啊，他就是被人家丢了几个石头，但他的果报也只是被别人打得头破血流，但是不至于打死这样。啊，不至于被打死，对的，这样就还了了吧，果报就还了嘛，就是水淡了。是没有那么咸，就是它水大嘛，水多嘛。哦，佛陀也是啊，你看佛陀没有杀那条鱼，但是他们村的人杀那条鱼来吃，结果佛陀是拿那个木在那个鱼头上面敲三下，结果佛陀就头痛发烧。对，他就是因为头疼了三天。对呀，啊，佛陀就发烧嘛，头痛嘛。哦，那我明白了，那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善恶有报，其实并不是说有多少善就有善有就是报多少，而是说根据我们这个盐的善业，对，要看你自己的善业造多少，所以要多行善，
所以佛陀讲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多行善，不要做坏事。如果说我们做了很多 很大量的善事，然后这个恶业它就会到的时候就会少一点，就会减轻，啊，很轻，就好，那我明白了，就等于重报轻受，简单的说。我明白，我明白了。之前您讲过一个，就是说最大的，就是最高的忏悔是观看五蕴，就是看我们造业的那个。对啊，所以你如果能够修慧啊，那个功德啊，很大的，无量的，挺花。其实这个就是最大的善，是吧？您说如果能看到造业上的五蕴，这个因就很小了。对，禅修的那个果，那个果啊，是很大的。无量的，哦，明白了，明白了。啊，清净之莲听得见吗？啊，禅修啊，你观照五蕴啊，那是很大的果报的，因为禅修啊，因为有什么禅修果报很大？因为它可能够使一个众生永远的脱离苦啊，脱离轮回啊，你说你的果报有多大？不得了，是吗？是。所以每一座早晚课一定要禅修一下，至少要禅修10分钟、15分钟，不要，赶快起来，念完功德回向就赶快起来，不要在那边禅修一下。谁在做这功课？观一下，观一下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这样的话呢，你的功德就很大了，慢慢就功德就越来越大。大到有一天你就正果了嘛。好，下一个问题。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Thomas, 比如说 Thomas Lee 有没有问题？师父，没有，谢谢，谢谢师父。师父，说，还有问题，就是那比如说帮一个人，帮他解脱，帮他修行，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大了吧？一个人怎么样？比如说，帮一个人，解脱，帮一个人开始修行，就是介绍他开始修行，这是非常大的功德吧？那当然了，你介绍人家来修行，怎么不大功德？那为什么会受恶报呢？就是会为什么会病，会生病？比如说帮别人，然后自己又生病，这个不是善因为善报吗？不是的，因为那个你介绍的众生呢，那个众生还是很愚痴，懂吗？他还给你添麻烦，懂吗？那个众生满身都是泥跟粪，他一下子就泼到你满身都是了嘛。那这个那这个不合理了，那你不是你善有善报，不是合理？如果你去帮一个众生，他的满身都是泥跟粪。他一过来，他跟你握下手，你的手会干净吗？你的手马上不是沾上了泥跟粪，然后你闻一下，怎么这样臭的？对，就是这个啊。然后就是这个道理嘛。那善报在哪里呢？善报你不用担心，你会来的。我好像明白一点。你帮助一个众生，那个众生呢是很多障碍、很多问题的，对吗？就好像他全身，啊，对呀，啊，每次我帮一个人，我要病好几天。就是他转全身沾满泥跟粪，啊，又脏又臭。那你跟他介绍一下，握一下手，你的手不会臭啊？当然臭啊，那你就生病了嘛，头痛啊，头痛半个小时。那其实果报也是自己会。啊，修行也是，那这个果报就是只是在自己修行上，通过清除这些污染，然后这个修行又进步了，这样才是善报，是吧？是的，总的来说还是，盐少水多，就是像 佛所讲的，盐少水多，总的来说了。我明白了，师父，如果他的盐特别多，我只能再多加水了。是啊，他那个众生来，他的盐很多嘛，把他的盐溶解一些了，是这样。你就给他多一点慈心嘛，是不是？明白了。好，下一个问题。
师傅你好。哪一位？安美师傅。啊，问。师傅，我想问你一下哦，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四念处还有四时处，它的不同或者是其他的有相关的东西？四念处跟是什么？四时柱。什么叫攀岩四时柱？哦，攀岩四时柱。 OK， 好。四念处就是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就是大念处经里面所教的。四时柱就是攀岩，就是我们的心呢会攀岩，攀什么？攀岩色，所以色时柱。攀岩受，所以受时柱。攀缘想，所以想时住；攀缘行，所以行时住。所以叫这叫做攀缘四时住。石本身会去攀缘的，因为石会知道嘛。石知道的话，它就会攀缘色、受、想、行，所以叫攀缘四时住。攀缘四时住是另外一种现象，它跟四念处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的四念处里面包含里面身念处、受念处、想念处啊，不是心念处跟法念处，这四个念处呢，就能够让我们认识这个攀缘四时住。OK， 嗯，我们就会很清楚它是攀缘四时住。对，攀缘四时住。攀缘四时住，对，导向轮回是不是？那个、对，攀缘四时住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呢在攀缘，攀什么？色受想行。我们的心啊，就是死了在攀缘，攀缘色。你讲某某人就是攀缘色，你讲到什么人怎么样，身体感受就是攀缘受。你讲到某某人怎么样怎样，那就攀缘他的想。你在讲的时候就是攀缘行，所以就是攀缘四时住。这个里面有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就会停止你去攀缘四时住。啊，是四念处往内看、往自己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停止，不去攀。对，就不会去攀缘四时住。对了，就不会你的识就不会再进一步去投入这些色、声、香、味、触、法。好，这里啊。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总之，它的是很复杂的。攀缘四就把这个念处这样。四念处、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哦，这些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向内看，看到自己的身体色的变化。感受的变化，然后心里的贪嗔痴，我们不去攀缘，然后就法，我们就用那是五蕴法或者是十二处十八界这些我们都延取这些我们就结合，能够让我们的五蕴那我不再去心不再去攀缘这些色身香味触法，不再升起那个色识住。对，受时住、想时住，然后呢，心就会离，是不是？对的，心就会，未患离，你就会看见它的过患，攀缘的过患，就是会产生，执着嘛，会产生苦嘛，这就是过患，然后你就会离，你才会放下，你就不再去攀缘它。那四时住就是攀缘四时住，其实就是会升起贪，攀缘以后就会升起那个贪心。对呀、啊，那个就是属于心念处的范围了嘛。然后就会是去贪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抓取、去执取，然后去占有获得这些就让我们把我们拖回到这样的轮回的境界，那个轮回就是轮回到新的那个有新的五蕴的产生，是不是？是的，爱卷有
是的，你对这个认识的很清楚，很好的。那师傅那个有哈，我们十二缘起里的有哈。对。地有。色有，无色有。业有，也就是攀岩四十柱以后，爱取有，就有那个有啊。师傅，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这个有。有来看你是怎么攀缘法，攀缘欲望的话呢，就叫做欲有；攀缘造业的话，就是色有，然后无色有是心的念头，所以叫无色有。所以有欲有、色有、无色有，所以叫三有，就是三界了，就是众生了哦。啊，有就是指有业的意思。造业，造业看是什么情况的业，可能是欲望的，可能是色的，可能是无色的，因为一切都是名色而已嘛。色的就是物质的，是不是，师父？色是指物质的，对，物质的。色是物质的，对。但是物质的 这一块我还不太清楚，物质的指什么呢？物质的，我们这整个世界都是物质的嘛，身体也是物质的嘛。哦，就是四大这些，四大所造。对呀、啊，你执着某个人那就是色有。执着某个人是色有，那个意有就是欲望，那个欲望跟色有好像有点交界。欲望跟色有一点交界，对，他们有这样有交界的，很密切联系的。欲望也可以有色有的欲望嘛，哈，也可以有无色有的欲望，是不是？无色有的欲望，无色有的是非物质的，不是，无色有是一种念头，心中的念，心中的想，那是无色有。他都没身体了，嗯，呀、yeah ，那是简单的分法，欲有、色有、无色有，无色有就是心中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念，各种各样念头啊。哦，善的念头，不善的念头。因为那个念头本身，你不能够用形象化来讲的嘛。是，念头本身是一种念头，在心中在想的嘛。真者，这个攀缘四十柱是不是之前您讲过？有了有，就有了真了啊。是啊，我已经有讲过啊。我以前在分析那个。杂阿含有一部经，我们有讨论这个攀缘四十柱，就是您讲的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个前面的受想行识都是有前面的色受想行都是实在后面，都是实在攀缘的，都是实在后面支撑它啊，实在后面支撑它的。这是您讲的。那师父，我们就是不要有四十柱，我们要四念处，是不是？对呀。我们要多四行而修我们的四念处，因为通过四念处，你可以阻止攀缘四十柱。好，就是把我们的意念、哦、把我们的那个意门拖到我们的自己的身心的现象这边来，对、啊、不要去向外攀缘，等于向内反照嘛。啊，向内，向内反照嘛。你看我的课诵本里面，法念处向内反照，智者皆能各自正知。好，那个无名当去，你刚才要问什么？无名当去，你刚才要问什么？嗯、没有啊，好的，没有，我没有，没有。好的，师傅，好好好、啊，哪一位？怀柔，怀柔问要问什么？哎，我请教一下，就是小时候不懂事，去杀死蚂蚁、蟑螂这些东西，那个是啊，这些是恶业，那你就要盐多了嘛，你就要加水，多加水。你现在就要做，好好做早晚课，观照五蕴，修慈心，那就是加水了嘛，多行善嘛，多修慧嘛，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嘛。嗯，好的，师父。这些恶业造了恶业，难免的果报是会有，但是如果你有修的话，果报是很轻的。对啊，小时候不懂事去玩。是啊，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嘛，都不知道嘛，没有人跟我们讲。对啊，人家大家都父母也不信佛嘛。
对呀、啊、对呀、啊。感恩师父。但是我们都能够遇到佛法，这是最大的一种福报。对。能够在今生遇到佛法，能够修的话，这是最大的福报，要珍惜它。是的，师父。师父，我再讲一下，我再问一下。啊，说。师父，我就经常那个观察那个身边的小孩子啊，看到他们那个小孩子，他们啊，经常那种攀岩，那种外边的景色啊，我就看到他们的那种。好像那种很苦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他们不懂啊，他们小孩子是不是？他们就 不停的往外攀援，对啊、看到什么颜色，看到什么东西，他就喜欢了。是啊，而且我们这整个的社会的这个的情况啊，都是这样，都是教我们去攀援外面的，从来没有教我们禅修坐下来盘腿。闭起眼睛看自己，没有的，哪里有这样教？没有这样教的。你看学校哪里有教我们教这些？没有这样教，只有去到寺庙，而且要有经验的出家众才有这样教。是啊，他们不停的看到喜欢的他就去抓取，不走了哈，带着那个小孩子出去哈。他们看到喜欢的就不走了，看到不喜欢的、他们一定要得到他，一定要父母买给他，是，就是那种就是攀援了。对，是。你看我们小孩子的时候穷得不得了，哪里有玩具？看见别人家玩玩具，我们就站在那边看而已；看见别人有好吃的东西，我们就站在那边流口水而已。我记得我小孩子，我去到学校，我就看着人家吃，我在流口水，然后那个女的就分一点给我吃。我还到现在还记住他，很感恩他，是，这是嘛，这是小孩子，我就是观察身边的小孩子，攀岩的很厉害的，对，他有的时候啊，他就去抢哦，那就去抢的了，他回来就跟父母说，哦，我今天某某人分一点东西给我吃，是是。看到外边的小孩子玩的自行车，家里没有，他就去玩了一会，他就要就要了，吵着要了，他回来跟父母吵着要了，是就是攀岩了哦，攀岩，你看那父母要花多少钱来，要花多少钱来养孩子，所以现在人都不要生孩子，就是这样。对，那就这样的情况，他就是。喜欢了，他就下一次他还是喜欢了哦，是不是？对呀、啊，他是要得到吗？对呀、啊，是不是？他有一次就有第二次，是。那我们的心也一样，是不是？我们喜欢的那些东西，我们也是要得到。我们一直在买，一直在买，就是，就是没有小孩子那么明显，我们比较含蓄一点，是的，就是这样哦，是不是？嗯，是的，是是。好，我们就不要攀岩，要看到去一点哦。好，就导向我们轮回的，就是四十柱了，攀岩四十柱了。是的。好，好。来，我们回向功德，大家一起合掌。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以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愿以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以此功德回向诸有情，我以此功德回向诸有情，愿诸有情众同得此功德，愿诸有情众同得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回向龙天护法，愿他们护持佛教，感恩尊者，沙都沙都晚安，晚安晚安晚安。